警方执行巡逻勤务，查获身背两条毒品通缉之诚信犯嫌，当场予以上铐逮捕。过程中，陈贤欲趁隙逃跑，立即遭警方以强制力压制。陈贤遭警方压制后，不断向警方要求要打电话给妈妈。妈宝的行径令警方一时无言。全案依法侦讯后，已请地检署侦办。